受经礼敬听法第26品内面有一句经文：依土如影像，应发弘誓心。所讲的意思拢无真正清楚。诸佛菩萨发心大事，对有悟到人生的真相，拢是彻底明了。这两句经文，头前一句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浮妄。”一切因为法而梦幻泡影，这是讲无丢人生真相。也伫这个事实真相的内面，但应该按怎去甲做？佛菩萨绝对未消极，绝对唔是讲一切如梦幻泡影就煞去咯，咱什么都唔免去做，唔是安尼先。伊也是兴化弘誓心吗？弘誓呢是四弘誓愿，行是永远无间断。菩萨伫修行时阵，这个弘愿无间断，永远咧推动伊啊。成佛了后啊，这宏愿也无间断，为一切阿未降下众生做榜样，这才叫做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！也由此知影，佛法绝对唔是消极的。现在有真正多的人误会，还可是消极的，这是啊，完全啊，出入误会。佛法是无比的积极，佛家菩萨用命精进，对什么所在精进呢？就是啊，最愿精进。伫阿弥陀佛以前，断烦恼，有法门，成佛道是自利利他，成佛了后，纯粹就是为利他，自利圆满了。纯粹是利益一切众生，那是消极呢？释迦牟尼佛如果消极，伊就唔免来这个世间实现八相成道，实现教化众生，无这必要。啊，对这个方面呢，咱会当观察到、体会到。佛法积极的一面啊，这面才真正的互人敬佩啊，不是讲自我就了咯。啊，你会问讲，进一步来问讲，既然这一切拢是梦幻泡影，为什么也要这么呀积极的？
花红最弯，也深入一层，即个来探讨咧，嘛是有道理诶。伫即内面，真正做诶人就毋知影咯。虚空法界是一体啊，这是真侪人毋知影，因为是一体。有诶众生无共我呀，就当咱即个身体共款，局部麻木咯。咱也毋是一个完全健康诶人啊，是局部麻痹咯。局部麻痹啊，我是毋是帮助伊治疗？当然啦、啊，你脚若麻了，你手一定会去甲软软诶啊。虚空法界内面啊，也阁有遮侪众生未去颠倒，就是发生的局部麻痹啊。所以咧，一切诸佛菩萨发这爱，无缘代除，也是无条件。为什么无条件？当体大悲啊，伊也知影讲。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甲家己是一体啊，是一毋是二啊。咱众生分别，毋知是一体，分住分他，错就错在即地啊。佛菩萨教导咱，甲咱讲啊，虚空法界是一体。所以啊，我常讲诶，心性啊。幻化虚空法界，虚空法界对得来，还有经常敢是讲真好咧。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所以虚空法界是心性变现出来啊。呀，观心影现国土众生。芸芸众生，太空诶当中啊，无量星球对倒位来，群星变现出来啊。即、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啊真正体会到咯，明白咯，即人叫做觉悟、开悟咯。然后才知影讲。心性虚空法界一体啊，群心国土众生不离啊。呀，你的慈悲心就亲像诸佛、化身菩萨同款啊，自自然的流露出来啊。敢惹到别人来求你呢？敢惹到别人来请呢？无需要，经常讲。做众生不请自由啊，那就需要人来请，爱人请你就无慈悲咯。诸诸连连来，伊就会来咯。这个地土如影像，兴化风色心是安尼先来啊。这内面自理，咱拢爱清楚。拢爱明了家己诶愿心，才发得起来。那无来讲，逐工念四弘誓愿，念诶也是佛菩萨诶，家己诶四弘誓愿拢无甲伊念出来。然后家己得袂到一点仔利益啊，一定爱将家己诶四弘誓愿念出来。诶，这是真是功德啊！这个所在有一位同修，伊问讲：顶礼拜六，你也咧讲经，这个意义啊，真深讲。
那是解说咧，会当用相应这个词，也即是佛法的根本法，依法终止佛道，下至初发心众生，也应不离。所以我定是应其心，亦如初本。哦，这是讲的生者决定生，去者死不去啊。讲这两句话，伊对这两句话会当理解啊。这个意思确实是比较较深一点啊。这个生者决定生，是你境界提升。为什么讲去者死不去呢？头前甲做讲过了，以空法界国土众生是一，不是二啊？你要对倒位去呢？啊，中观论内面讲了八不，形容这个事实真相。如来果地上也如是，咱那凡夫嘛是如是，所以对袂用讲如来果地上，当然是无共款啦。那是无共款啦，六祖讲无共款是理法，理法毋是佛法，佛法也是不理法，所以你爱会记哩，生佛不理。这代先发相讲呀，差别在倒位呢？差别是佛甲我知影不离，啊，咱偏偏要讲是离，所以咱的观念思想违背了事实的真相，这叫凡夫啊！如果咱的想法、看法确确实实跟事实真相完全相应，这个人就叫做佛陀咯，就叫做发心菩萨咯。所以，心跟佛的差别是迷悟的差别。除迷悟以外，一切体相作用拢无差别。这个道理嘛是真深，嘛唔是一般人会当去体会到的。但是这是事实啦，咱若体会袂到，袂要紧啦，只是爱会记哩有这款的讲法，你慢慢地修行功夫内面去证实，这是在功夫。这不是文理，不是言说，是爱你啊亲情的境界。无入这境界，你阁听无啊？咱知影有这款代志就好。别人若讲起，咱若捌听讲过，虽然啊不是家己的境界，总希望有一天家己会确立这个境界啊，实在若无办法，你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保证你啊入这境界啊，而且非常快速，极乐世界殊胜就伫这地啊，家己实在无办法去证着。老是念佛啦，所以这物件听无不要紧啦。见到阿弥陀佛就明白咯，无见阿弥陀佛，就要靠家己修行的功夫，实在是无容易啊！你啊，必须将梦想分别执着个断尽，你才会办啦。
你今仔为什么毋捌呢？就是因为你有梦想啊，分别执着，障碍着你的五门啊，障碍着你的智慧，所以啊，你听无啊。这位同修伊问个讲，真有趣味，请问法师，智慧是啥物？伊啊，对倒位来，都去倒位咧？这个问题真趣味啊！智慧是啥物呢？简单的呢，就思想上跟你讲，智慧就是明了啊。你看回向机讲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你对一切现象，你拢会当通达明了，这就是智慧啊。智慧大的人，来当知影现前，也会知影过去，也会知影未来。所以十方三世，一切理事性相因果，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能啊，这是智慧。智慧啊，无来处，智慧也无去处，智慧啊，是咱自性内底本来具足的。有家公司不济智慧啊，这物件是乌来啊。也咱有智慧无？有啊，甲佛同款圆满，同款的究竟。但是咱的智慧啊，和物件障碍着。智慧那像日头，咱现在什么情形呢？有一盏乌云从日头掠掉的。日头有滴，唔是无滴啊。乌云甲障碍着啊，日光啊透未出来啊，所以咱的智慧就无咯。佛教咱修学修什么，就是将这个障碍给去掉，你自性智慧就会佫透出来咯。什么障碍？佛教人讲烦恼啊，见诸烦恼，这是一大类；贪嗔烦恼，这是第二大类。无明烦恼，这是第三大类。你有这三大类的烦恼，将你的心性暗砍掉了。所以，你自性内面有究竟啊圆满的智慧，为了现前，你自性内底本来具足万德万能，你也未当现前了。啊！你自性内面具足圆满的福报，一丝毫欠缺都拢无，现在也未当现前。烦恼对倒位来呢？跟你讲，家己做诶。烦恼毋是原来有诶啊，是你家己。一念不觉做出来啊，家己做啊，你家己也都爱修。我虽然大慈大悲，无办法将你的障碍堵去。为什么障碍是你家己变现的啊？不是别人啊。合理的啊，别人合理，别人啊就有办法代替你去掉。伊毋是别人合理的啊，是你家己啊对迷幻当中生的，你的必须对迷幻当中
一 A 降五起来，降五起来，你亲像那伫咧做梦共款，你家己咧做恶梦，别人无办法去救你啊！迄、那个梦是你家己做的，毋是别人变天，互你做呀、啊。一定爱等你家己精神咯，你就得救咯。你若未精神呢，那就无办法咯。咱啊，今仔日拢伫咧做梦。因家大师正道挂讲啊真好，梦里明明有六处，咱伫咧变六道轮回，是咧做大梦啊。觉晓空空无大千。什么时阵真正降恶了？那六道无了，是法界也无了。六道无了，是法界无了。甲诸位讲，以前法界也无了。为什么呢？以前法界是对，是法界对立，相对建立的，是相对的，是方便算。啊，这边无，那边也无咯。诶，这是真正觉，有空空无大千。你那等于讲六道无咯，十法界也无咯，要有一真法界，安尼完咯。你呀、啊，也是迷啊，你呀、啊，也是执着。你的梦想分别执着也无断啊，执着一个一真法界啊。一真法界是不是会看到？绝对看袂到。所以啊，众生的大毛病啊，处处着想啊。佛虽然讲啊遐清楚，讲啊遐明白，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啊，诶，都是不肯离啊。佛说法先较方便，你要了解说法意思，众生执着有，佛就讲空。希望你啊，将迄个执着又拍掉。可是众生啊，真正麻烦哦。佛只讲空又破了，如果执着空，麻烦大了。伊是叫你去执着啊，唔是叫你去换对象啊。众生学佛，往往拢是换对象，说法不执着，执着佛法。这法未分别，分别佛法，所以啊，永远都无办法脱离无明，永远都无办法断掉啊、妄想啊、分别执着都无办法啦。这是啊，众生最困难的所在啊！不但智慧无来去，中观论来对讲，不生不灭。不来不去，不一不一啊！你袂当讲是一个，也袂当讲是两个。为什么？你起心动念，你就分别执着了。佛实实在在的教人，对虚空法界一切现象。常常保持着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那就对了，完全健康了。运用的时阵，别人跟你请教，问的时阵，你讲个头头是道；无起作用的时阵，一念不生。六祖在《丹经》里面讲得真好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无一物是自性清净心，全体显露。
诶，都是如来故地上人所讲的，一灭忍，真正一灭啦。楞严经上讲的真好啊，清净一灭，未妨碍心如万象的发挥，迄就是外面一切现象的动态，在迄个星系地遐咧运行，所以咧亲像地球春夏秋冬的变化。刹那的变化不妨碍，清净一灭是体啊，未妨碍着万象发挥啊。这就是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“理事无碍啊，事事无碍啊”。啊，重点是咧讲无碍啊。什么是无碍？清净一灭，现前就无碍。你心无清净，心未一灭，那就有妨碍咯。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起心动念一动就妨碍。什么妨碍呢？没咯。你自性里面的智慧啊、德能、上好，拢总未当现前。妨碍着，也由此知影，真正用功的人用心的呢？一切境界内面，有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个话我嘛讲真多咯。这叫做真用功啊！这就是对根本修。心如清净，看你清净的程度啊，你的智慧啊，你灵啊上好，你会当啊透出偌济。你一分清净，你一分的利益，这三项透出一分咯。两分利益，啊你就透出两分咯。就以佛家的经教来讲啊。你啊，得一分的利益，这个经教摆大家，你就会改掉一分。你一分的清净心，就会当改一分这个如来真实义咯。你有两分的清净心，就会当啊改两分的如来真实义。啊！你那心内也是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！你就啊错解如来真实义咯，你就曲解如来真实义，这是肯定的啊！啊！这是怎么样做？这是就挖苦做出大德咯？为什么呢？因得到鬼魂的清净心，因会改掉鬼魂真实义。咱来挖苦别人啊！初学是袂当去苦别人的啊，一定都要靠善知识啊。靠善知识是咱初学的过程啊，对艺术经历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面挖苦别人。一边都要家己啊认真去修养，啊，到家己有一个一分两分的魄力，渐渐就会当啊，免挖苦别人咯，会当独立咯，总袂当讲一世人苦别人，迄就无成一体统，这个道理爱捌啦。这位同修伊问讲，修学过程中出现障碍，亲像环境的
欲言干了，身心的疾病、苦痛等等，影响这个修学。注定俗业要按怎来甲忏悔禁止？你问了真好啊！确确实实根本解决消除障碍办法是忏除业障。普贤菩萨教咱呢，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除业障。怎有忏除法呢？十大愿王其他的九条啊，都是忏除的方法。十愿呢也是非常微妙啊，每一愿内面都含列其他的九愿，这是华严经上讲啊，以这一切一切皆义啦。啊，咱特别的重视忏除家己业障啊，对头做起呢，你已经做起啊。啊，这个赞叹做起，用用做起，那家己的业障到底是什么呢？你总是要知影，如果家己唔知影什么是业障呢？你忏悔你袂当啊，得力啊！你总爱知影讲业障是什么？啊，业障的根本就是五执、五见。唯识经论内面讲的烦恼识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啊，这是业障的根本，烦恼是执着啊，意识啊是分别啊，阿赖耶是仓库啊，暗藏啊，所以第七识这个意识叫念无意。伊是业障的根源，金刚经加佛菩萨一定爱普我相啊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就是破这个业障啊。伊是起作用。功过我慢，我见，我爱，我慢，伊拢对伊来啊！哇，一句话讲，你就了解贪嗔痴慢疑，我见，这六个根本烦恼，是咱的业障的模样啊！礼敬诸佛，就是对一切众生修礼敬，普度咱的五万啊！这六个根本烦恼是对的万呢，赞叹呢？是对敌人的嫉妒心，嫉妒诽谤啊，咱做这业障啊，广修供养啊，这是对敌人的贪欲啊。所以，树立啊，
六道十大愿王，就是消毒业障的方法，忏除业障具体的修学条目啊。咱若无认真去修学，你的业障哪会当忏除清气呢？所以要知影，佛教咱倒一个方法对治咱倒一种的业障呢？这才是根本。有根本，当然有基本咯。会当本末兼治，往往修的效果就更加殊胜咯。比如环境内面的恶言干扰、恶人干扰，咱一时无这个智慧啊、德能，袂当个感化，免怎呢？较离较远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对基本的去做啊！啊，我另外去找一个修学的环境，我离开这个环境啊，我无能力感化伊，我就要去选择一个适当的环境。这是啊，对基本来讲的，选择另外一个环境。也是都爱在根本上去修，袂当讲事事拢相骗，一个对家己修行未有进步，只是啊减少一寡干扰，家己通好用功啊。这才是真正修行啊！如果一味的去逃避，家己未当进修，你业障消未去啊！这一生的善计，来生善未计啊，也是去拄着啊！一定都啊，修养家己的德行，成就家己的真实智慧，才会解决问题啊！因为业障伊生生世世在地里，这真麻烦。会当相隔一时，会当相隔中远啊，所以啊，真正来用功夫啊。啊，咱阁来看下面这个问题。伊这地有一个问题。伊讲我持诵楞严咒咒心，伊讲啊前一段时间真感到清净气味，但是近来聆听法师讲无量寿经的诸大，又搁念阿弥陀佛，真正不得了，心内啊不如。将其灵验就救心平静，请问法师，这是什么款代志？这是因为你啊，平常念灵验就念做习惯了，你的心是定的。现在就无念了，搁换只新的法门，未习惯，所造成的苦恼啊！这就亲像改行同款啊，你原来是学经济啊，现在你无想要学咯，去学医啊，两个是隔行如隔山。佛法修学嘛是安尼啊，所以啊，古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咱一门深入，当时焚修，你的心是定的。你用伊得力啊，唔通常常换，常常换叫做杂修啊。啊，你念楞严咒诶，一生就持楞严咒，直到身心清净，
我愿求生净土，你也肯定放生。阿弥陀佛，心量真大，毋是讲你无念我阿弥陀佛，我就袂来接应你。阿弥陀佛，哪会遮小气呢？你为伫《无量寿经》往生三昧往生这篇内面，你去甲看，经文啊已经分作四大段：上辈往生、中辈往生、下辈往生。后面的迄段呢，是啊，都上大乘者。一大乘，灵验就是大乘。毋管你修啊倒一个大乘法门，只要啊你啊将你家己修学的功德，回向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拢总会来接你。但是还会记得修行的功德啊，功德是什么？清净心啊，也就是讲，利用持咒的方法念到啊，一心不乱。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条件，大家一定要知影，心净即佛土净。这是往生基本的条件，无论你修学什么法门，只要你清净心现前，你念主耶稣啊，念到清净心现前啊，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会往生。你也知影这道理啊，唔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都要得到清净心嘛。那是功德啊！你修行功夫，清净心现前是你的德啊！无妄念，无妄想，这个时阵就甲净土相应。下面的问题呢，希望讲净宗学会、佛陀教育基金会，伫大陆比较较大的城市设立机关，更加的方便啊。阮对有大陆弥陀经、观经，即个净宗五经议论的学习，也是方便啊。法师讲经的。诸大功德广泛流通，有道无为大众。就像我本人，就是捌伫个98年呀、为我的老母老母患病啊，严重的胃病，离去厝上。社教法轮功的残存，法轮功的残存啊，并且我家己差一点啊，法存偏差自杀，希望法师啊对这个问题加以重视。法轮功确实是害未少人，但是呢，对接触佛法了后啊。有法轮功越头的人，哇，看得未少啊！但由此知影，这个这么多人为什么迷信法轮功呢？因为伊无拄到啊正法啦。人有常讲呀，唔惊唔捌戏，就惊戏比戏啊！你拄到佛法，甲法轮功一个比，哦，就知影，你就清楚了。你自然会回头啊，你自然会选择啊。啊，你这个愿求啊是非常好啊。啊，阮这么多年来也是希望安尼啊，也有这个愿。但是现在因为法轮功生疏啊，啊。对咱这个佛法啦，伫大陆上的弘扬也产生了障碍。大陆的政策啊，是采用西方
外科手术，你有了解无？西方外科手术啦，你着癌症，歹个细胞、好个细胞拢在个切除。这就是法轮功啊！啊，教咱佛法拢在清除，啊，咱受着伊个伊的滋养啊，就是啊，真正不幸啊！啊，希望讲你啊，这个建议会当啊，和中国的当局了解，我相信伊会欢喜啊！哦，恁对净宗法门的修习，知影讲脱离法轮功。我相信对因会有一点啊启示。呀，那么相信，中国中央的政策也会改变啦。只要咱大家啊，好好来努力。即、这个第五，伊讲随批寄予净空法师一本书，一本书叫画出地狱火圈，改写规正。因此，我真推崇并伫本地广泛的尽力的来流通，希望法师对大邪魔的防治、大邪教法轮功。加以明晰判断啦，判断，进一步抛砖引玉，啊，为正信弟子指出佛光大道。哇，顶个月伫香港讲经的时阵，香港啊，这个。洪伟师，特别是来做一摆访问，专门问这个法轮功这代志，这个访问呐、啊，有播出来啊，伫电视台播出来了。当时伊嘛有做这个啊，这个 VCD， 那亲像也伫大陆流通。这份的物件，大家会使去看卖，会当啊做一个参考。